礼物是一款适合3到7人的家庭游戏，游戏约20分钟，过程中玩家们互相送礼，但这里的礼物不是好东西，全都是扣分。该放一枚筹码将礼物转送，还是直接将礼物与上面的筹码收下呢？努力把扣分降到最低来赢得胜利吧。礼物属于胜负欲与互动性高的让渡游戏，可以很心机的用筹码控制大家所获得的牌，适合喜欢送礼的你游玩。